请到这一位呢，有台语界林志玲之称的，他拥有魔鬼的脸庞跟天使的身材。什么东西？应该是天使的脸庞，魔鬼的身材，超美的哇！还有一颗善良的心。是，但是你刚刚讲说什么台语界的什么林志玲？志玲，志玲姐姐，对，志玲姐姐。说真的，你在侮辱谁呀？哦，这样子还侮辱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想？是小钟说的，拜托，我现在可是台语界的宋慧乔哦，哦什么哦啦，拜托我不能够睡，我睡哦，啊宋慧乔较睡也是我，哦林锦要做老戏的呢，有比宋慧乔大颗不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今天秀清姐不得了，对，一身火红的装扮。对啊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张惠妹巨星都这样打扮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，都是这种 style。这样有张惠妹的 feel 吗？哦，有有有。因为这样哦，肉包起来比较不会被发现。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不过我跟你讲，今天能够请到秀清姐来，真的真的是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因为我们是经由我们的制作人扣赏，对，打了好多通电话给她，什么好多通？就一通你就来了，就来了。没有，一通讲了八个小时。对不起，只有传简讯，我马上说好，我知道。秀清姐真的在演艺圈是好人缘，对，当然，而且她的声音真的是大家非常喜欢听到的，对。而且她特别喜欢小鲜肉哦。有吗？有。有，你看你老公很明显吗？你老公明显，你老公比你年轻两轮，你还不喜欢小鲜肉？对啊，没有到两轮啊。一轮而已啦，一轮一轮一轮，一轮会很多吗？还好吧，还好还好。不过可见你保养得很好，你看起来跟你老公年纪差不多啊。是啊，对啊，那还用说？真的真的。对啊，我天生丽质啊，要不然怎么会说台语界的宋慧乔？有有有，真的有宋慧乔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化妆是多余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不化妆，哎，真的多美。她素颜真的很漂亮，那个胶原蛋白多丰富啊！对，你没有看错人哦，不是就是你。没有，我觉得秀清姐素颜的时候还蛮像大学生的。我讲真的，真的很像大学生。对，我说真的，真的。你想笑是不是？就是可能读了八年的那种大学生。没有，说真的，她素颜很好看，漂亮。不过今天我们明日之星其实有很多小鲜肉，对啊，在哪里？哇，全部吗？好好来挑一下，自认为小鲜肉的举手一下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曾伟忠跟郭忠佑这两位，来来，忠佑，来来来，这两位下来。哎，那看上去都蛮油的，你们两个吗？对对对，这两位哦，就又屁了。我已经，我已经快三十了呢。啊，他们两个呢？他们才十五，快三十，三十，你就刚跟我说不巧，你快三十，那我们才八岁。要不这么好了，你干嘛？好，跟秀清姐介绍一下自己。没有，重点是今年几岁？今年18岁。哇，老实，非常老实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不单单是小鲜肉，本身才艺也非常的对。知道秀清姐要来，有准备特别的，有 special， 很有特别哦。有啊，都赶快。怎么好意思？那伟忠赶快来一下吧。好，你带了一段热舞。哎呦，有音乐吗？老师，赶快，赶快，耶，确定到，干嘛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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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这腰，哎呦哎呦，吼吼吼，好有力 ，sexy girl， 哎呦，哦这个腰力好哦，这个腰力好，哇哦，老公对不起哦，哎呦，这个解释一下快点，没有，这是很健康的，很健康的表演哦。那中用呢？哎，我没有，哦你没有。是很老实，我们就喜欢你这种勾引的感觉。他是我们这里腼腆挂的。对，我也喜欢，我的认知很广。这个是猛热情热，所以我们狂野一冷一热，刚好来搭配你。那今天要来唱什么好听的歌曲呢？你来开歌好了，你们来挑好了。好，那我想跟秀清姐合唱《木花》。哦，很好，这首歌很好。对，很适合你，属于你这种热的来唱。对呀，木花嘛，我是特务。我要唱一首国语歌曲，叫《心碎的抱歉》。心碎的抱歉。还没合唱就要先抱歉，抱歉，跟那个布鲁麦显塞有点像。那谁先来？好，来。
中佑，我们先中佑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欣赏这首《心碎的抱歉》。期待相见，又怕相见。手想要再拥抱你，已不能再实现。不知应该怎么说出使人心碎的抱歉，多少抱歉也找不回刻骨铭心的从前。千呼万唤如此相见，谁能说谁会不心酸，且把今生托付苍天，祈祷来世再续情缘。不知应该怎么说出使人心碎的抱歉，多少抱歉也找不回刻骨铭心的从前。千呼万唤如此相见，谁能说谁会不心酸，且把今生托付苍天，祈祷来生再续情缘。接下来欢迎郑伟忠跟秀清姐带来这首心情，多少无人来陪伴，心心了，请你做我的舞伴，请你通想安怎。如果这不是一场梦，不晓得有多。我感觉到你真的在享受，真的。对啊，你们俩还有五步哎哈。对啊，虽然很不协调。即兴的。你看，这是没有谁倒在他的身上哎哈。对啊，我只有十分之一倒下去了。你不敢全部倒下去。对，我怕他受伤。训练的。有健身。秀清姐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可以稍微分析一下？没有，完全零缺点。零缺点。哎，有一个人比这样是怎样？你心脏有问题吗？哎，不是，心脏是在这边。对啊，傅凯他我们很，他算是吃奶杀手哎，而且很多吃奶。后面很棒，不过傅凯真的是很多人喜欢他。当然哦，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我很担心。怎么了？担心？我出去之后啊，我怕会被打。不会。他现在的歌迷多少啊？他歌迷都很理智。对，真的吗？对。我看有几个那个师奶已经快杀我。没，很温驯的。对。可以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
真的，你看，借你借你，歌迷都很大方啊。对，好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那我们要。要合唱啊？不对啊，少一位呢。哎，对啊，少一位哈。我们先谢谢这两位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两位哈，好好。小仙了，去后面领钱哈，去领钱。